噔噔噔噔，完成喽！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啊，这存钱筒的一些基本构造吧。首先，在它的锁上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金属的东西？它就是把零钱摆在上面，它就会通电，然后让它把钱给吃下去。之后呢，在它的后面。把它打开来，它可以换电池，然后再拿起来，之后在它的下面，你把它这边打开来，这边是可以把零钱取出的地方。那我们再把它摆回去，这就是我所创作的互动性存钱筒。那我来为大家操作一次。怎么跟他玩吧？首先，你需要准备一个零钱，然后把钱摆在他的手臂上，有没有？那就把钱吃下去喽。OK，那我们再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一样，一个10块钱，就把它摆上去，有没有？大家一定看得不过瘾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哦，真的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存钱筒呢？